寂寞阻拦，会走投无路碰成了习惯，谁告诉我该怎么侠救了初晨的命，也就是救了我的命，我们要谢你都来不及呢。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。幸亏这道石门没干，不然我今天会被你干死的。
有福气，有福气遇到本大爷我。本大爷见了西施就一定会送礼的。掌柜的，老女柜的，拿十两银子送给这两位当贺礼。你是说我柜上的？难道是我柜上？还不快去！你是那个鱼肉乡里的土匪头？土匪头？我可不是什么土匪头，我怕我说出我的名号会吓你一跳。江湖人称混世天罗的程咬金是也。好，今天我就帮着灵石镇驱妖除魔，求个天下太平。追到这儿来看得起我，你等我站稳了我再说。走啊你！他是司空府里私逃的奴婢红福，抓住他有重赏。上！是。有什么好怕的？别让他们跑了，快追！我开玩笑的。追！我在这儿呢，你们上哪儿啊？你们不是来抓我的吗？啊！